山陀来袭台南放台风假，一早没风雨，昆山菜市场被挤爆，光是路口就大塞车，机车动弹不得，用走的可能还比较快。菜摊前满满人潮，结账得排队。摊商说，台风天卖菜人潮多一倍。有没有看过那么多机车啊？没有，今天真的很多人。民众提前防台准备，连锁卖场被抢空，仿佛被洗劫，饼干、牛奶架上全空，店员没货可以补，让民众超傻眼。都没有东西了，是电摩机。高雄人淹水淹怕了，连夜抢牌立体停车场。明明地下车位还有57个，但地下车位不敢停，宁愿抢牌高楼层。等车位防淹，排队车辆大排长龙，至少得等半小时。就是因为明天台风天，就是怕淹水这样。地下室还有很多位置没人要停。对，大家怕淹水啊。没车位只好用这招，整辆车打包包起来，超大塑胶袋变防淹神器。网友傻眼，就有用吗？会不会变飘走？整台车包膜了。自己的车会这样套吗？不会，就是开去高一点的地方啊。感觉说你包这样也没有用啊。买菜塞爆，卖场被抢光光，怒排高楼层的立体停车位，山陀威力让民众不敢大意。记者台南高雄综合报道。